天文咧最狂熱嘅境界咧，就係、是、俾多啲人認識。其實今次主要都是同兩三個同好發起啦，咁但係一諗咗呢個 idea 出嚟咧，好多同好都哇好啊，我帶鏡嚟，我帶鏡嚟。絕大部分係真係路過，然之後特登入嚟，可能睇半個鐘頭。哦，清清楚睇到係嘛？有十個有九個咧，第一時間咧就個寫哇哇做咁清楚嘅。好多嚟睇嘅市民咧，佢真系未睇過嘅，佢都暈曬嘅，真係頭先有幾個都係咁講。中意好 sharp 啊喂，好 sharp 啊！睇咗星之後多嘢問咗，多好多一啲佢平時好少問我嘢。好靚啊！即係其實我好想教書咧，啲小朋友咧係多啲發問嘅，多啲探究啊。咁其實天文呢樣嘢係你唔探究，你係乜都唔知啊。咁所以咧，佢哋透過自己睇星，佢會問好多問題。點解粒星會藍色嘅？啊，點解呢粒星會黐得咁埋嘅？點解個月球會係咁多火山口嘅？見到有人話俾我聽，啲星咧好神秘咯，睇下有冇啲 ET 喺度愛。啊，因為比個想像更加靚，太空好大咯。所以很多星都我哋都去不到，所以我喜歡，我想找一天去到可以。那你希望大個做什麼？太空人咯，去探險咯。啊，我喜歡我未看到的星咯。我們如果有一天看到的話呢，就可以我有可能飛了上去啦。宇宙的知識是無限的咯，即你不會說自己啊，我今天知道很多東西，可能明天你全部知道的東西都是錯的，所以我們不可以停在這裡說我們知道很多東西就不去發掘咯。咁睇個月光咧，都可以，其實可以望到上面咧啲環形山啊，即係我哋平時俗稱火山口啊，或者一啲湖啊，或者山脈啊咁樣啊。雖然啲湖係冇水嘅，咁但係咧，即係見個細緻嗰個地形咧，其實你可以覺得好似自己坐緊啲太空船咧喺上面飛緊咧，望落去嗰個咁嘅感覺㗎嚇。喺我第一次接觸 Sidewalk Astronomy 呢一樣嘢咧，係喺個天文雜誌度接觸，差唔多十年前。我係冇諗過咧，係呢一樣嘢會喺香港發生。你係咪想睇？星由我自己即真的做了第一支望遠鏡的時候，大概是96、97年的時間，已經開始有個想法，就擺多啲望遠鏡成日喺街度睇咯，一個理想或者夢想嚟嘅。唔睇天文咧，我啲即冇乜人生樂趣嘅，真係唔係講笑嘅，真係一種生命上的一種需要咯，我覺得係等於食飯啊、瞓覺咁樣。因為其實好多 project 咧，即而家我實現咗㗎啦，已經。但以前嚟講咧，啲人都話唔 work 嗰啲嘢。例如望遠鏡咧，就越大就越唔拎得出街嘅。例如呢一支咧咁樣，以前嘅諗法咧係咁大支鏡係拎唔到出街嘅。咁但係咧，我哋話咩拎唔到啊？逢觀星型都帶去添啊嚇！越大嘅望遠鏡咧，就越會拎出街嘅。原來，因為點解咧？越大嘅望遠鏡咧，睇出嚟咧越清楚，啲人越開心。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就越更加動力。我想香港冇乜咩地方睇星啊，我冇带过去嘅。天文呢样嘢，或者睇星啦，令到我可以喺另外方面发挥到咯。睇清楚自己嘅能力喺边咯，向住你自己嘅目标去做咧，你做唔到十成，做到八成咧，咁你都觉得心满意足咯，或者对得住自己咯。你睇我外表就好似好简单咯，即系咁样两条轴啦，拱下拱下咁几支棍咁。其实里面拥即系包含咗好多，其实好多知识喺里面，计数要好准咯。啊，同埋嗰啲位置又好準嘅，如果唔係支鏡睇星咧就唔 sharp 嘅。取翻個火星先，好難揾啊！今日個火星，你咪要喺難之中揾啲冇咁難嘅，佢唔係完全冇機會俾你睇啊嘛，唔係一粒星冇得睇啊嘛，佢嗰樣嘢喺度噶啦嘛，你肯揾咧就得噶啦。嗱，呢一粒就係我哋嘅積女星啦，就屬於係我哋叫做天琴座嘅星座嘅主星啦，最光嘅一粒星啦嚇。咁我哋移過少少咧嚇，咁啊跨過我哋見到一條銀河啦，當然而家比較光啲見唔到銀河啦嚇。咁另一粒比較光嘅星亦都係嚇，咁我哋叫做牛郎星。
啊，咁呢个就系我哋平时讲嘅七夕咧，牛郎织女一个故事咧嘅来源啦，就系呢两粒星啦吓。支镜咧就系你嘅老婆啦吓，一啲星咧就好似你啲朋友，即系你啲老朋友啊嘛。咁咧，你每次咧去睇星嘅时候咧，得闲咧你要见翻下佢咧，你好似同佢打招呼咁啊。佢亦都好似同你打招呼咁啊。Okay, 有揾紧粒咧叫年路增七啊，咁咧就系、是、天鹅座嘅鹅头啦。咁啊，我对呢对呢个双星咧就有啲感情嘅，因为咧佢系我即系接触天文以嚟咧，我第一粒睇嘅双星，所以我每次我睇星我实揾呢粒嘅，好得意嘅。有时咧，点讲咧？你特登揾佢咧，有陣時唔知點解揾唔到喎。你明明知道係嗰個位置，但係好似揾幾揾唔到咁喎。用翻下時間咧，咁啊又會揾得翻佢，咁即係好得意，好似追追逐逐咁。有啲光啲嘅星嘅，睇得好燦爛，好璀璨嘅，你就會覺得咧，即係佢真係嗱，我蘇比睇好好靚嘅我。但有時有啲好暗嘅咧，一啲好暗嘅，譬如行星狀星雲咧，一啲好暗嘅球狀星團咧，咁啊又覺得佢好酷嘅，好串嘅。即系有阵时就清楚啲俾你睇，个天一争少少嘅咧，即系冇咁好嘅情况咧，就已经即系蒙咗啊，就冇咁易睇到佢。咁所以你发觉好似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咁咯，即系好得意好怪。咁所以你有阵时有啲好劲嘅，即系譬如有啲好光嘅球状星团啊，或者双星团，佢有百几万粒星喺度咧，你会发觉好正啊！即系好似真系同你讲我好劲噶，嗱嚟睇下，即系几得意嘅。咁望上天，哇！喺咁多星嘅咁啊，真系好似一首诗歌讲咁靓喎咁啊！咁啊，从此咧开始对个天感兴趣啦。我妈妈咧，当年咧，佢曾经咧教我睇星，其中一个就系大名鼎鼎嘅北斗七星。十三四岁嘅时候咧，开始懂星，开始想学嘢，能够买到天文书，系嗰时候开始啦。仲有副双筒望远镜，呢个系我。最初期利用仪器接触星空咧，就嗰阵时开始啦。咁我觉得个天好好睇啊，系嘛？冇同学，冇朋友，有呢种兴趣，直至到我读中学嘅时候，我都系孤军作战嘅，甚至同学嘲笑我嘅。啊，哎，李永齐傻佬，个天有冇好睇啊？咁都唔出奇喎。我啲老师唔净止冇鼓励啊，啲反而咧就叫我唔好搞呢啲嘢啊，系咪？我话。天文有乜用啊？佢话地球上咁大，地球咁多嘢学，好学你唔学，你学天嘅，你有天嘅关你咩事啊？星嚟噶，火星系冇噶嘛？系啊，第五个系黑色，中间好光滑，嗰个圆圈。好，前指。哎，我有冇粒啊？可能遮咗少少，都唔系喎。爱好天文咧，一种壮观同美感，同埋好奇心。呢个 galaxy 即系呢个星系。哇！佢系由几百亿粒星组织成一个星系，好似我哋嘅银河系咁样。哇！佢树有冇生命？有冇生物？有冇文化？系咪？有冇智慧？会唔会佢树而家有人又睇紧我哋嘅地球咧？哇！我觉得人算什么？哇！我而家咁好彩，能够喺宁静嘅夜空、清朗嘅晚上，可以面对呢个宇宙。嗰啲星辰好似同我融埋一齐沟通嘅，我仲咧能够去思考。究竟人是什么、我们地球是什么这个宇宙究竟是怎样的从这方面呢就不仅止呢就启发了或者增加了我种好奇心那种学习或者我的知识但我觉得对我最重要呢就是呢学到谦虚学到呢就要倒空自己
孤軍作戰派，我唔係想嘅，冇人同我婚姻，冇人同情我。唯一咧同情我咧就係我爸爸媽媽，知道我愛好天文咧，買啲簡單嘅天文儀器俾我。由1945年咧，又買一個雙筒望遠鏡，至到1950年咧，五年後咧，我有第一支正式天文望遠鏡啦。我慶幸我自己會咁瘋狂，我成日都話我做緊兩份工，一份就是我的業餘天文啊，影下行星相，另外一份就是我真正的工作。即係雖然有時會令到我哋體力上攰啦，你攰得嚟，但又要睇，睇咗之後有一種滿足，嗰種滿足感咧就會即係蓋過曬你嗰種攰啊，即係有種辛苦咯。最發燒、最瘋狂嗰啲人咧，先至能夠忍受啲咁樣嘅孤獨。天個吸引力好大，人嘅生命係咁短啦，即係我哋能夠見到啲幾百萬光年以外嘅嘢，甚至乎咧就係話啊，你見到嗰啲嘢咧，基本上差唔多全部都因為佢唔係即時噶嘛，可能係幾百萬年前，咁你見緊嗰啲其實係啲歷史嚟嘅，即係淨係呢樣嘢已經係一啲好奇妙嘅嘢。當你去望個天，望下望下，咁原來咧喺同一個時間咧，原來唔係單止你喺度望緊，可能喺呢個世界周圍咧，有成幾千人同你一齊望緊。嗱，我將哈勃太空望遠鏡影嘅相，同埋我影嘅呢啲咧，擺埋一齊咁樣。邊個係哈勃？嗱，呢個哈勃太空望遠鏡影嘅，呢個係我影嘅，呢個係哈勃望遠鏡影嘅，呢個係我影嘅咁樣。呢個位置咧，我叫火星之眼啊！而家喺地面用望遠鏡影到嘅相咧。即係影得好嗰班啦，佢好接近哈勃太空望遠鏡嗰啲啦，已經係，即係大家個水平都幾高下噶啦。即係如果我影相嗰陣咧，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光線喺度嘅話咧，就即係係一啲好大嘅障礙嚟嘅。咁所以咧，咁我黐塊膠紙喺度，我嚟遮住啲光嘅。啊，今晚比較動盪咯，大氣唔係咁好咯。同埋你見到依家啲火車過咧，佢喺度跳。咁佢都通常都係夜晚先出去發癲嘅啫，發親都會通頂嘅。喺家庭上嘅時間一定係會少咗啦。咁但係呢樣嘢有得去做咯。其實我覺得最支持佢嘅一樣嘢就係有得去做咯。呢度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地方啦，即係有啲天線啊、高樓大廈，你睇到個天空都唔係好多。咁但係咧，我可以話我最靚嘅天文相就係喺呢度影。你能夠喺咁惡劣嘅環境之下，但係你能夠影得到啲好嘅相，咁你咪可以話即係對自己嘅能力嘅一個證明咯。啲私影令我交 focus 好困難，你今晚係好不適，即係對觀察好不利。我先可以影到，我唔想影。唔系咁啊，观察嘅嘢唔系话靓先影嘅，你要做记录啫嘛，系咪先？垃圾我都要整好佢。咁啊，只可以用人手拣嘅啫，系嘛？请勿骚扰啊！请勿打扰啊！老婆打翻俾你都照咁啊，咁唔得喎，老婆紧要听。佢个电话你唔听，你快想死啊！咁我唔够胆噶，咪第时佢唔批我买嘢咁就死。好啊，梗系一次个 M42 啊，啊码头啊，一揸影嗰啲 wide view 啊，影成晚喎。哦，呢梗系最好成晚噶啦。影啲深空天体嗰啲咧，你觉得几靓咧，你就整翻个几靓出嚟俾人睇啊。哦、啊，你香港咧，即系睇到街灯咧，系难度高啦、欸。超难度啊！超难度。咪系。今年嘅1月28日咧，就影咗一張係比較罕見嘅相啊，就係、兩粒嘅木星嘅衛星咧，同時間咧喺個木星嘅面上邊咧去
一個嘅陵墓啊，我哋叫做。喺另外一日，我有一個朋友啦，咁英國人嚟嘅，咁佢叫 Damien Pitcher， 亦都影咗一啲好得意嘅木衞嘅陵墓相啦。咁而咧呢兩張相咧，咁啊英國天文學會咧就覺得好有趣味，好得意，因為以前從來未見過嘅。咁就所以佢就將呢兩張相就擺咗喺個封面度。咁所以有時都幾特別嘅，睇翻以前啱啱睇雜誌或者睇天文書嘅時間，你諗都冇諗過有一日你嘅影嘅作品咧會喺呢啲書度登到出嚟。即係有啲嘢其實本身我哋係有嘅能力喺度嘅，只不過咧就係欠缺咗一個膽識去做嘅。我發覺咧，只要你放膽去做，你唔好將你自己嘅能力咧俾咗一個極限，你發覺你所做出嚟嘅嘢咧會係好大威力。嗱，呢啲就係世界頂級質素。執流佳能、吳偉堅、朱永雄、殷志強，哇，冚唪都係我啲老友啊！朱雄係我三十幾年前嘅學生嚟嘅，香港好多即係做天文攝影嗰啲都係我以前嗰啲學生嚟嘅。但係咧咁多年來累積我自己嗰種嘅經驗同埋睇咧，但我自己做唔到，係嘛？呢啲係青出於藍呢嘅説話就真係啱啦，係咪？I would say this one is so far the 近期咧，佢哋喺 internet 發表，喺雜誌發表。特別是 Eric 和同埋朱永雄啊，佢哋俾演講放啲 slide 出俾人睇，人哋先知道香港係咁犀利。我當年咧，我參加天文學會啊，即係我啲相咧，嗰啲人都會驚奇，但係咧佢哋驚奇咧，佢哋就即係個心理有啲唔相信，即係我係會影到咁樣嘅，呢個唔可以咁做。我好即係好大嘅安慰，好大安慰。Eric 佢哋咧應咗我講嗰句啊 ，Put Hong Kong on the map。尤其是月球行星攝影啦，外國人咧就反而會俾翻一個稱呼啊，俾啲香港嘅愛者就係叫 Hong Kong Master。而家啲外國人咧，佢哋話啊，我哋真係好希望咧達到香港嘅水平，即係佢哋將咧香港嘅水平咧先係 set 到最高咯。佢一見到我哋中國人面孔嘅就問 ：Are you from Hong Kong？ Yes， 唔出奇啊嘛。哇，好想問，哇，你哋啲 webcam 點影啊？幾十人圍住你咁樣，即係嗰啲咧，你以前係冇辦法想象嘅。咁其實呢啲係咩？就係呢啲咧，就是、一向以嚟咧，啲香港嘅同好呢幾年嘅不斷努力。廖慶齊先生啦，香港天文界始祖，即係冇廖慶齊先生咧，就冇我哋呢一班而家咁發燒嘅人。漫不經心講嗰句説話咧，佢就話。香港有600万人等緊我哋去教育啊！嚇，咁嗰陣時我就細路仔，咁我聽完呢句説話之後咧，即係我簡直就係、是、即係呆咗，即係會覺得咁先至一個天文愛好者，即係呢啲先至係我追求嘅嘢。因為我自己中意分享啦，咁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就係、是、你要令到更多人去中意睇星。支望遠鏡是一個很大的象徵意義來的，是會令到人們因為這支望遠鏡而去對天文或者對你所製造這個出來的產生這個好奇，而之後繼續去想知多一點。我們都希望呢，有些人跟我說過，我十年前我見過不知道哪個支有支25吋的，不過那些細鏡啦，咁咧就嗰時都 OK 嘅，覺得幾大支，睇過都幾靚喎，咁所以我咪做一支40吋出嚟咯。當如果我會真係遇到呢一個情況咧，我會好開心嘅。係啊，要耐性啊，同埋你要預咗成晚，可能搞成晚一張相都影唔到咯。又有同埋影到有精品梗係好啦，但係嗰啲就不可遇不可求啊嘛。如果而家土星或者木星咧，如果講話係咪好理想觀察條件去影佢咧，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咧而家咧土星同木星咧，佢仍然都未係處於一個我哋叫衝嘅時間啦。如果話真係想要影一張好靚嘅木星土星相咧，好難影得一張好靚。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就係因為而家唔係一個好好嘅適合嘅時間咧，去影土星嘅木星咧，咁我哋更加要去影，因為點解咧？有好多嘅譬如一啲嘅業餘愛好者咧。未必會趁呢段時間去影咯，咁但係其實我哋除咗話想影到一張靚嘅相之外咧，其實都想希望咧佢係一張會係有即係科學價值嘅。
成日都話就叫人鏡合一啊，即係咧你要咧同你支望遠鏡合作無間。點為之合作無間呢？你要真係熟習你支望遠鏡嘅特性，一絲不苟，粒螺絲咧歪咗少少，你都要執翻正佢。咁慢慢咧，你就會咧發覺咧，當你用熟咗你自己嗰支望遠鏡咧，你會發覺咧，佢嘅威力係好強大嘅。The man behind the camera, the man behind the telescope， 唔係一定係個儀器取勝，係 the man behind 嗰個人取勝，佢懂得佢點樣用呢個 camera， 點樣去用呢個 telescope， 佢呢、這個即係佢呢個人嘅 attitude 嘅 approach， 佢嘅知識，佢嘅 patience。佢嘅技巧。